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怪面，欢迎到 Roblox 挑战，你敢挑战，我就试试看。有感 XD 说，在一座传讯包里面盖出大便村。好。好吧，但是下一个很严肃问题，我不确定我这种建筑天才能不能盖出大便。大便如果是真实世界大便，就是一个长形状的东西就好了。我们做那种表情符号中的大便好了。我觉得木头色就还蛮大便的，有点不是很确定。在造船寻宝中，你可不可以帮这些方块上色？哦，你可以买这种咖啡色的，要250元。我买不起，我只有825而已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是吃的比较清淡一点，所以大便也比较清淡一点。我想大便应该蛮像金字塔的吧，这好像对盖金字塔的人来说有点冒犯。我们就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，比想象中的容易，而且这真的蛮像的。我其实蛮有天赋的嘛。Oh bro， 这真的好像大便哦。我最后在上面再点一个点。屎味看起来真的蛮臭的，所以我的座位在哪里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我们就坐在大便上面好了。这下面这一大坨就是我拉出来的。Let's go， 出发喽！我的大便船是否可以让我们成功到达终点呢 ？Let's go， 目前一切顺利。第一个冲击，没事的。我们这大便可是非常坚固的。喂，怎么大便才在第一关都还不到，就已经快没了，下面那一层都快没了。OK， 时钟关卡第一关，这个石头。减少一点点，正常，没事的，还可以。Oh my god， 前面那个齿轮感觉不是很妙。No， 下面已经快全部消失了。我怕我下面等下消失之后，我就直接失去重心，然后跌倒了。哇，真的只剩一点点了。我的大便快被冲掉了吗？现在第二关，一堆石头的地方。Easy peasy。第三关保龄球，完了，这是我的死期。这边的球有够大的啊！完了，我的加法消失了。Oh my god， no no， Oh my god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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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啊！不要，剃光头了。这大便冲了这么久，终于被冲掉了，也是还蛮了不起的大便。Roblox 挑战，给观众挑战，多下就先帮这边按个喜欢吧，然后考虑订阅我频道，让有看别人达到900000订阅吧，这只狗狗就会非常的开心。他现在不是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除非有跟别人到900000订阅。你挑战成功了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在The Who里面杀一个人，上次玩The Who的时候是光绪11年了，我看到The Who的都怕怕的，感觉进去会被一堆黑帮围殴死。OK， 好恐怖。这边一大堆人在杀人了，这边是 Roblox 治安最差的地方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只需要杀一个人，对吧？我们找弱的人去杀好了。这边可以进去吗？ Oh my god， Bro 这人，他是拿着枪。 Bro， 我只需要杀一个人。那个电脑人感觉可以杀电脑人。他在人多的地方，我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杀人。有没有什么落单的，然后没有很强的人可以让我杀他？我进来这是哪里？夜店，这边有人吗？可以买柠檬汁3块钱。 Why not， 好赞的夜店，可以喝柠檬汁。这下面是什么地方？入口跳舞的地方。 OK， 这边还有秘密基地。 Bro， 我来到什么地方了？这个地道，这边感觉我很容易被杀。哇，你可以在这边直接买枪。我决定我要买了。OK， 我不小心找到一个有枪的地方，投资了1000元，希望这投资是有用的。你看别人都在乱杀人了，我连这些操控都不知道。按 F 可以阻挡之类的吗？ Oh my god， Ctrl 是蹲下。 OK， 我现在到了人多点街道上了，祝我好运各位。这边有个人腿断掉，我要杀他，决定他是他的。 Let's go。 No， How， 他射我2下就把我杀了，这什么鬼？我瞄准他的头，这游戏就是不合逻辑，你知道吗？我1000元就这样没了，我有枪杀不了人，那何况我现在拿这个球棒更没用了。完了，我现在没救了。这是什么？地上一个发光的是什么武器吗？开锁的，我没有要抢劫。 Oh my god，才刚说要抢劫，这边就有珠宝店吗？我要走，我可以抢吗？这个人又来杀我，还可以隔墙杀人。哇，还好我一出生就出生在一个枪店，我买个最便宜的枪好了。最便宜的枪在哪里？老板，我怎么旁边都是人在买枪？ G-Lock 是最便宜的，可以直接杀人了吗？ Yes， OK， 我杀死一个人了，杀死两个人了。他好像还没有死。No， 你还要踩人。 Bro， 我以为这样就足够。完了，我现在可能得罪伺服器上面的所有人。 Come on， 我在做 Roblox 挑战，我也不是想杀他们。完了，这不是他们吗？我怎么出生在这边旁边？ OK， 我赶快再买一次枪。 Come on， 我不应该再买了，我要逃了。
Bro， 又浪费了500元。所以我等下把别人杀到剩残血的时候，我就要按一把他踩死。这是最有趣的操作。Raven， Oh my god！我每次在花钱买了枪之后，他们就把我杀了。没想到在德户要杀一个人这么困难。Hello， 你可以去死吗？拜托，我想做完这个 Roblox 挑战。为什么打你三下你都死不了？要不要你？哎，光头 ，Please die，Please， 我都做得了礼貌了。Oh my god。Hello， 金发男，哎。Surprise！ 哦，终于可以杀死一个人了吗 ？Come on！ 哦，你真的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了，谢谢你，金发男，谢谢你，我在你离开这边，让你在一个好地方死掉。这里，哦耶，你真的是我的 bro。等一下怎么解决掉人？他厉害了，我以为。按E不是解决掉人吗？我讨厌这个游戏，我需要花10公里找到枪的位置，然后还要花掉我没有多少的钱来买枪，只为了在3秒之后被瞬间杀掉。啊，那莫名其妙把你射死，我宁愿去当兵1年，也不要玩德户杀死一个人，放弃。Roblox 挑战，穿上动漫女孩服装，在越狱戴着墨镜抢劫赌场，如果失败了就说 I'm gay。OK， 我现在换上了动漫女孩服装了，然后看起来我加入到一个亿万富翁的伺服器，你们看这伺服器多夸张，他们为什么这么有钱 ？Let's go， 出发前往赌场。动漫女孩会开车吗？会 ，yes， 完美停车。Hello， 饼干，我的亿万富翁好朋友。哎，对，我们要戴墨镜，差点忘记了。Let's go， 这样子才有在赌场的感觉，好吗？看起来代码是8009。Let's go， 这样子刚好夜店这个光线，我就不会被影响到了，好吗？8009，Enter。Let's go， OK， 我们去保全室。我现在感觉真的是一个抢劫犯了，电影中的抢劫犯。Let's go， 你看完全没碰到雷射。我的 Roblox 好友一定在想，为什么我换成这样的外观。Let's go， 完全没碰到雷射，那就让我亿万富翁好朋友来开启金库了。啊，没碰到 ，Let's go， 王冠是我的。Let's go， 哇，完全到目前都没有碰到任何一个雷射，这就是动漫女生的厉害。完全没碰到雷射，回到电梯，来到顶楼啦。喵。Let's go， 然后抢走我朋友的车，零触发，对，他也发现零触发了，我们完全没有碰到那些雷射。Yes， 挑战成功。Roblox 挑战，如果在游戏内3秒内被观众认出来，就要剃光头。我是很常在游戏中被认出来，但3秒内是不可能的。通常大家都会说，哦，他是假的，可以加我好友吗？不会有人在3秒内认出来的。哦，我们现在就试看看。OK， 我现在进来这游戏了，是不可能3秒钟就嗨笔电，是这个笔电吗 ？Oh my god！Roblox 挑战，在一个你没玩过游戏里面，假装你是个高手。Bro， come on， 我在每一个游戏里面都是一个高手，因为我订阅有感笔电跟帮这边按个喜欢。我刚看到这款游戏看起来蛮好玩的，但是我好像从来真的没有玩过，叫战争机器。假装我是一个高手吗 ？OK， 我这个高手下面的控制我都不需要看。我们去电报这里面的所有人，发动疯狂的战争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战争机器。这游戏我真的没有玩过，我玩过很多类似钢铁人的游戏，但是这个我没有玩过。Bro， 真的有点帅，这是洛基的那个脚。居然会用在钢铁人上面，我第一次听到。Let's go， 左边有很多装甲嘛，我可以召唤一个吗？热棒是什么？哦哦 ，Bro， 这游戏我真的没玩过，然后好酷哦！我准备要电爆所有人了，我是个高手，怎么飞？按两下空白键吗？对，按两下空白键。Let's go， 应该可以飞更快吧？啊，我要掉下去了，我是个高手，我不会掉下去。哦，哎，我飞起来了，我飞起来了。Let's go， 最后一刻飞起来，跟钢铁人一样。我们现在去电一些人，哦，高音速，我现在像钢铁人一样，然后我在教训这些人，是不是 ？OK， die， I'm too pro。哇，手腕火箭是什么？哦，直接射了一个火箭 ，Oh my god！ 哎，有另外有人来帮我了，洛基钢铁人呢，好帅哦！所以我到底要怎么突然飞很快？按右键、左键、空白键。按 Ctrl 键可以加速，我原本就知道了，好吗 ？OK， 我们换一个装甲，我们试看另外钢铁好了。哦 ，Let's go。I know, right, bro， 真是个高手，各位。哦，按 N 的话可以打开头盔。
哦，你好像要先到高处，然后突然跳下来，再按空白键，才能够高速飞行。我们要前往这个10分之10的地方，来破个任务之类的。这个阿吉什么码头的，我直接用咒的，我用咒的也很好玩。这个做得很好，我可以开始懂为什么有些那种动漫游戏很热门了，因为角色是自己喜欢的嘛，所以看起来玩就很好玩。那我原本很喜欢钢铁人，给是时候可以使用一些射击的了。Let's go， 剩下6个敌人，我完全看不到我的血量，还是我真的很无敌啊 ！Die， yeah， 哇、oh ，这个音效做得好，就很爽。Hello， 他们怎么还没有逃啊？若是我话，老早就逃了，只剩下一个人了。哦，就最后这一个，直接送你一个火箭。直接被炸飞！最后我再尝试一下飞行，我是个高手好吗？你看，就这样子就可以飞了，对吧 ？Let's go， 飞到上空中，然后稍微自由落下来一下，然后再按空白键，你就可以像这样子高速飞行了。Let's go， 喵，这游戏还不错，这游戏真的有点爽。OK， 各位，那我看这就是这一集的 Roblox 大挑战啦，希望各位喜欢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个喜欢吧。OK， 考虑订阅我频道。那每周一、三、五看别人 YouTube， 我是看 B 店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拜拜。